哇，这事肯定又来抢我吃的，你想个办法给他支走。哎，妈，你给我拿点麻将来嘛。麻将没得了。哎呀，又中麻子了。你又给我搞来一下。你不那个人抓吗？你要抓全部抓了，我也洗过衣服。哎呦！这事儿又在我脑袋了。今天就去把我这些衣服洗了。对呀、啊，对了，现在京东有新的双向补贴，我买你这个回血洗衣凝珠30块，新的只要1分钱。我用了你手机买了这个回血洗衣液，新的也只要1分钱就能买到。赶紧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去看看，很多次的我的用的都是仅1分钱，我把衣服洗干净去。哼，你把这些东西我拿到你。